玛雅舞怎么跳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如果我跳玛雅舞，重心的黑金，我跟你讲，这段会上精华哎。哎，我不敢看，我不敢看，我闭着眼睛好不好？大家等一下抽到什么，在聊天室跟我讲好吗？哎，我们再跳一次好了，是吗？白的，看没有啊？骗我！你是不是骗我跳玛雅舞啊？哦，蜘蛛精，不跳了，不跳了，等一下抽到再补跳。我持续的跳到他出开奖。学哥，我吓傻了，我人吓傻了，哥，玄哥说要继续抽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下如果再中一张，我跟你讲，我加码跳玛雅之舞 MAX 版，好不好？等等，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感谢猫猫的港币十块斗内，玛雅舞跳一盆。MAX 版真的假的？怕啦！感谢红尘的马币7.9块斗内，这什么玛雅之舞游戏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玛雅之舞好猛啊！啊，我们前面没有抽到新的黑金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跳玛雅之舞啊，各位，该跳了，该学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学还来得及，各位朋友，还没抽黑金的朋友，赶快学起来，这个舞真的有够屌，有够屌！来帮玄哥抽出最后的压轴！啊，可惜了，不用怕，玄哥，等下有机会。然后我们古币还是会立 flag，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我们这边这个玄哥，这个最后保底给你自己抽啊，你自己体验那个抽插萝莉的快感啊，不，我说抽卡的快感，对对对，失言失言。好，这个一抽就留给玄哥啊，自己去玩。